自信又歇斯底里的人最常说，常说什么话的人对自己很有自信，常会歇斯底里。A，喜欢讲所以说的就是喜欢做结论的人。嗯，不然呢就有点是我跟你说了，但不然呢就是有点是你还可以再反馈给我什么。哦，有的时候不耐烦也会说不然呢，也是会啦。比较没礼貌会加个啊。不然呢？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